但是古墓的位置切得非常好，铁板阵型完全隔开，这种机会可以进去，往右边顶到，先冲到燕翎，后段再来，往前顶，四个，上古墓三个，兄弟，加上正则，狐狸形态爬升，打出两个凝霜，真的吗？哇，完美的团战并不存在，真的有这种剧本吗？神一般的团战，但是没有兵线。